王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小甜甜呐，你终于来了，跟我说一下啊。来，坐一下。以后说一下，你和南宫少爷是怎么认识的？南宫少爷，小甜甜呐，正因为有你，我们公司的投资有希望了呀！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只要你能成功让南宫少爷投资咱们公司的这个项目，别说奖金，就是工资，我也可以给你涨20%。加油吧，孟甜甜！只要拿下这个项目，家里的欠款就都能还清了。安妮小姐，安妮小姐，这是我新做的项目书，之前您方提到的问题都已经进行了完善。孟小姐，很抱歉，您的这个项目经过我们公司的审核并没有通过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会再跟进。这个项目真的很不错，如果错过一定会是翱翔的损失的。抱歉孟小姐，我们总裁之前说了，对于您方所提交的这个项目并不感兴趣。您的意思是这个项目是南宫翔宇亲自否定的？是的。放弃吧，孟甜甜，你根本就不会成功的。孟甜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南宫翔宇，亏我还只以为你是一个正直的企业家，没想到已经这般公私不分，就因为我得罪了你，所以你就连我们公司的企划书看都不看就砍掉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我南宫翔宇就是个公私不分的人？难道不是吗？哼，你有和我在这里吵嘴的时间，不如回去好好琢磨策划案，写的东西简直一塌糊涂，我不得不怀疑你们公司员工的工作能力。你，我一定会有实力让你刮目相看。妹妹，三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的钱呢？看来妹妹是不知道我们的手段啊！来，给妹妹松松筋骨。浩哥，求你再宽限我几天，5天，就5天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会把钱还上的。